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迪塔夫，它又称为迪斯纺，属于合成纤维的一种。这款布料呢，手感滑爽，它不粘手，并且富有弹性，光泽明亮并且刺眼，颜色很鲜艳夺目，也不容易起皱或者缩水。它的缩水率呢小于 5%， 单丝粗细均匀， 不容易扯断。点燃纤维有其他的气味，迪斯纺是由 100% 的涤纶丝组成，经过染色后整理加工后呢，它有防水、防火、防污、防寒、防静电、哑光等等功能。主要规格呢，它有平纹、斜纹、条纹、格子、提花等等。这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迪塔夫布料。